完了，我们又再次的回来这一关 Dave the Diver 的游戏了。为什么你们想看呢？那我们就继续的回来一下吧，看看一下这到底怎么玩，还有什么新鲜事情。 I Diver， 来来来，哦，可以潜得更深呢。他人很喜欢比赞哦，他这个跳过时间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都不敢按。Oh. Come on, let's go. 他说我那个潜水衣可以潜到什么90米啊？我怎么知道我目前哦那个这里就有写了多少米 ？Cool. 他按 Shift 加速的话，他的那个氧气量还会减少了。还要找那个，哎，这个还没找到了吗？哦，这个两个没找到，都说把你的头发拔下来就是了哦，这没拔，这什么鬼枪来的？三旋枪，你可以获得设计图，设计图达到所需的数量时，可以制作新武器。哦、在那个上面还可以打电话给我，哎，这么牛逼的吗？啊，日本廉价刀。哎，这有杀伤力啊！杀伤力怎样？换枪。然后呢？哦，哎，有他也不一定说要把他杀死的吧？那个，这啥有毒喽？剧毒、哦！哎，我超重了，超重咋办？超重只可以扔不了，好像是，就是我可以丢弃啊。嗯，木材丢掉一个吧。我问题是我刚刚玩，所以不知道哪一个材料比较重要，比较应该先稍微升级一下他的那个背包。他说什么70升啊？哎，70了呀。哎，这个、啊、还是上面这个、哦，找到了。这有算重量了吗？其实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大只章鱼哦！看那里，先回上艇再说吧。超重了我，我现在超重是哦，速度比较慢而已吧。不行，我要升级他那个包包了。啊！还以为说绑一次，每一次都要绑。刚才没有说完，就是说游戏的制作者原本是取一个别的名字的这个肥仔，然后他们就得知到有一个那个真人真事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 Dave 啦，他去救一个专业的潜水师，结果他自己也丧命了。他为了要纪念他，他把他游戏的名字也改成 Dave。虽然说他游戏整个的玩法跟整个构造是跟 Dave 没有什么关联的啦，听说，但纪念他一下，嗯。装修，哇哦，我们来看看装修到底可以怎么搞呀？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搞吗？还要宣传。嗯Cookstar， 人家 Insta， 他 Cookstar 可以，真的有这个 APP 的吗？寿司的含义不是被拍成照片，而是记在心里。嗯。说的有道理。
本丘寿司，哇，厉害呀！新的 app， 啥？提升你的 Cookstar 等级吧，招待更多的客人，解锁新的菜品。OK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装修哦。他为什么把这个钱堵住？到底是有3000多还是300？哦，你看看换了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反而更好看呢？这是一种日式一点的哦。这个一定是放这个椅子的嘛？不是，哇，天花板也可以耶，哇，黑色的，黑色很不搭哎。要木色就全部是木色了吧？这样全部都是一样的话，感觉看起来又蛮低调的，哎呦，好烦哦。音响、灯具，放些植物吧。200多块，我差不多要破产了。照片当然是要买出来的呀，两百多买买去呢。这是一样，这好像不一样东西了，抢货又不一样东西。就这么，你干嘛？他说的是鱼的噩梦，这饮料给换了，是我就换可乐了。哦呦，还要等升级之后可以加不同的菜单。看一下那个 app 啊 ，Cookstar。哦，这就是这张是吗？我还想说这张这么萌的到底是啥？就是这三个人。升级是什么？需要的粉丝，就是有10个粉丝之后，我就可以升级我的，可以自己点赞了嘛？那我就先点赞哦。现在我只是准备菜肴，不能够开店的是吗？应该要等到晚上了。我先出去看一下啊。出去我可以再捕鱼的意思吗？可以捕第二轮，应该可以的吧？没有晚上开店啊，那我趁现在还有时间再下一轮哦。这啥小型网枪哦 ，cool， 同时可以捕捉7只鱼，什么鬼来的？哦，就是一吃过，哎，啥这么远的？不太远的吧？哎，这个就是那个女生要了。先把它拿好了，我上一轮死掉了，因为这边很多，你看它丢过去，然后，哦，这啊就把它定住了，哇，好亮啊，这个，很不错，这个可能可以稍微的升级一下，哦，这啥，弹力锤，这什么，这拿来敲晕鱼的，哇，好亮也是。把那个鱼敲晕之后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已经超过2公斤啊，管他啦！哎呀，怕啥呢？怕？不用怕了，我们今晚就要90公斤带回去了，这样我们的寿司店才能够一路发，至少、啊。远程水下摩托，没有加速了。哇，这什么来的？鲨鱼！啊，鲨鱼！我的妈耶！我还想说是什么鬼来的？鲨鱼！蛋呢？哦，他看不到我了。我还想说是什么来的？有一点点的气。这个可以捉了，感觉可能我就要捉多几次。你看哈，这种一次不能的啊！我第二次的时候，哦，鲨鱼，看到我吧？看不到我了吧？怎么可能看到呢？这么肥肥的一个猪肉，哎，我把你的假发带来啊！酱油，酱油也是要我自己
来了。缺人手怎么办呢？请人。哇哦。你边个啊 ，Madam？ Madam， 你来这边干嘛呀 ，Madam？ 放会。这是美食家吗？无表情但很帅是什么鬼？没什么特别。那就是问题，你之前都不想听我的劝告才被酒店赶出来的。酒店，他之前是酒店的厨师啊。全烤沙头，你不是要我做鲨鱼吧？阵阵的味道，绝对不能够妥协一步。准备一些好的枪支去战斗吧。什么？快艇右边的远海，任务完成。特殊客人，哇，就是他是一个要一种特别的菜的客户啊。你可以开始烹饪新的什么了？使用匠火之啊，匠人之火？那么撑啊你？哎，我已经有了呀。哇！可是我要先把这个菜拿出来吧，是吧？我没有理解错吧？这个换换掉啊。替换料理哦，那是啊，为什么是零呢？Let's go， 感觉我要成为这里的常客了。哦，他还会他的那个评价还会写出来。哦，我还要收盘，这是最烦的。没有啦，阿三，没有你的菜。哦，结束了，我没有那个鱼卖给他。哇哦。五星，所以我没有做到那个菜肴给他。那个阿婶每天都在我的店的吗？Hello， 博士，干嘛？没见过的成分。跟踪哦，雷达哦。下次探索的时候，可以这个雷达可以帮助到你。哦，他那边喝酒。还要寻找那个信号哦，我要加强化我的装备哦。哎，这个重量我一定要先升啊！哎，氧气很重要哎，先升重量吧，不屌啊，氧气也强一点呢、啊。哇，还要拿我们的寿司来拍照哦！哇，看到我的饿了，我咋办呢？连下炸弹！喂，这不是那个女生吗？很熟悉耶，这个假发应该是我把它弄的。哎，把枪给做了哎，有啥用啊？没鬼用了，我要做这个了，留着、啊、那个材料。哦，
他好像在求救哎，跟着他吗？走吧。干嘛？可能是他的家人还是他的伙伴被困住了？哎，他的那个雷达这样子的。刚好就是在那个雷达的那个地方哎，哎那边有个氧气筒哦，这个枪可以先捡。等等呢，他不会抛弃我了吧？会啊，他自己越走越远了。哦，在这里，粉海豚被网，他的同伴啊，我有刀，让我来。哦，那空白键。满足感的玩这款，嘿嘿嘿嘿，不用客气啦，来了我带你回去啊，我把你变成更美的东西。掉了，嗯，放了一个礼物，原来海豚也有伴侣啊，嗯，珍珠哎、欸，哎，又是那个鲨鱼。哦，那个鲨鱼就是那个什么的啊，咋办呢？把它打一下吧，用枪。哦，有这么近的、啊、这枪。What the fuck？ 你快点，你快点，他要冲了。喂喂喂，你倒是冲一下啊！他不冲刺的吗？啊！完蛋了！哦、oh, shit， 咋办？根本，哦，他会稍微停顿一下了。OK， 我为了我那个，哦，他生气啊！然后呢？他直接死掉了。你还可以再切，没有氧气啊。下面会有氧气嘛？我要赌一波吧。只能赌哦。哦，有哦，刚好哦，还可以稍微再拖一下。这玻璃来干嘛？哎，这里又有一只不什么东西？快点，拿你的叉出来！哦，我的鲨鱼！可以了，一定要选这个。哎呦，伤害好高哦！给他咚咚两下死了呀，因为我没有氧气啊。哦，哎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么多人物了，这款。哦吼，不熟啊。嗯。他的环境都不一样。海洋卡，宅男来的。他要把他找卡了。还有一个 app 哦，添加好友。他这游戏算很好，就是可能是前期不好啦，这样我不敢说啦。他就是你每玩一下，他又有新东西给你，玩一下又有新东西给你。他不是说一次过给你，那你就玩了就觉得哦，好像没什么东西做。那一直一直有新的东西给你，你就你不要告诉我还有卡牌游戏啊，这款，你相信我退款吗？这鱼这么难抓、啊，怎么这么难抓啊？什么肾？什么肾？大王大肾哦！大肾哦！怎么这么大风？喂，这鱼怎么抓不了啊？怎么还爆去了、啊？
哦，他跑出去了，哇哇，喂，完蛋了，我在这里，完蛋了，不要鳄鱼，不要不要鳄鱼，不是鳄鱼，鲨鱼。哎，他没有发现我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呵呵呵，哎呀，差一点哦！哇，他每一个菜指定的菜强化不一样动画啊。哦，虽然说不是很长啊，但至少也有动画啊。那方慧还会来吗？是啊，他每一天都来啊。怎么突然间？哇！哎，说好了请人呢？这怎么什么时候解锁啊？又来了，又有新任务了吧？你好。怎么啦？哎，贝壳了，这时候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烦你，海洋凯。哦，就是那个鱼的种类。然后收到没有奖励的吗？有啦，到一半的时候有奖励。又是这个鲨鱼，来，我们把它搞一下，被它电。补氧气，他已经麻痹了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残血。哦，哇哇哇哇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没有气。我在跟这个鱼搏斗的时候，我的气已经断了啊。救生舱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再来一个逃生艇。这个东西拿不了是怎么一回事？哦，因为我真的超重了。这是啥？哟，完了，没有氧气。哦，有，那边有一桶。啊！看到我了，看到我了，看到我了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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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！啊！这个牙刷跑上来就摸这个牙刷，我上一轮又死了，这一轮又死。哎呦！喂，我这一整天捉了两条鱼呢。我要卖昨天的鱼啊，那种已经过期的啊，那种。哦，他有这个泡泡了，看到吗？生气啊！喂，很远呢。哦，为什么他又来了？随机的吗？喂，我看过你嘞，修甲。他这是。上次那是海豚吧？嗯，不一样了吧？哎，这么近啊，他被人家捕了哦！完蛋了，到底是谁？应该是那个喝酒的那个吧？海盗非法捕获，对，我们不可以给那种非法的，要让我们这种真有那种牌的人呢、啊。喂，为什么他要射我弓箭？他喵了！哇，好屌哦！哇，还要闪来闪去啊，很烦啊！喂，你够了呀！喂，要不要拉上去啊？来不及啊！不可以！海豚，我用我的生命救你啊！不用怕。
哎呦，这两个。Love，Love。不用客气啊，还要感谢我。难道他要跟着我一起上去吗？两条一起上。我们的金块，不是吧？金块，喂，他喷那个墨汁，然后整个荧幕。哎，我看到他了，那个鲨鱼。问题是我没有气的呀，我没有氧气啊，还有什么备用的氧气吗？这个红色我一定要抓到他先。他喵了，他跟我游去鲨鱼那边来，我来，来，来。氧气啊！我要打鲨鱼嘞！啊哟，没办法，我要跟鲨鱼他决一死战了。来啊，这好像很近啊，跟我近一点打。哦，保持距离，老吴保持距离。这个时候，变他向我下。啊，我没有经验了的。嗯。哦。可以啊，喂，阿三，把你的东西带来一点哦。OK， 这鱼看起来，你看 W W 了，它垃圾的，每一轮不一样了。嚯、哦、A。W 跟 S 哦，你敢信哦 ？SS 哦，它不是连按，它是点点嘛的呀。球，我一直以为它是连按的。这款玩着玩着，你会不舍得下线的。Oh my gosh！ 来了，把那个鲨鱼搞给他。看到我的菜现在多到阿妈都不认得。这些菜肴是需要用这些东西来解锁的。看。解锁了，解锁新菜肴，还有哇厉害呀、啊！这么多，全部解锁吧！哇，我也看到我都饿了啊！来来来，我先弄给他，先弄给他。阿三，好烦啊！每天来我店，喂，太什么了，不够人了。什么？喂，我这么难弄给你，你跟我讲恶心？又黑色的。但是完全，这是跟周星驰的那个什么一样是吗？绝味呀、啊！这不是绝世好菜？哼！你合格了，应该招人啊！你会帮我？他是帮我找人的吧？咋办呢？找人的话，我就可以不要跑来跑去的吗？吼吼，可以找人了，员工了，哇！